海贼约，人不约何以玩战棋。What？ 喂，拜托你伊洛伊，给我们海贼，海贼拜托伊洛伊。是，如果我们要真的玩海贼的话，或者说如果要玩约，可能也要升星哦。第三个约也是两块或是三块的约。那是一个，我们赢了吧 ？Oh no， 复活甲，QQ， 啊，差一点。反而他被抓走了。该不会打赢吗？我们缺非常多装备，不过我们二杠五三海贼也不是很就是最好的位置了。哇！海贼约，我们不会太强吧？等等，我们太强了，我们太强了 ，What？我有点想要直接升到六等，然后直接海贼约。无敌！
不知道，我觉得2021终于过完了，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女儿开始变比较乖一点了，然后感觉事情会好转。又过一年，我的确没有钱了啦，可是我同时又很有钱。为什么我们在连胜？我们就是慢慢蹲经济了吧。我们输了吗？输了吧，没有输，输了。OK。如果说我们拿弱点的话，我们会比较不吃黑书，其实会对我们选装有蛮好的影响。哦，走罗伊。OK，OK，、okay. okay, 我们终于可以打连胜了，连败了。太阳需要大剑，剩下可能都还好，其实没有大剑了。我们多一个锁子甲，多锁子甲现在可以做的最好的装是极境法衣。这要站在这里。每个人都在抓约。不约何以玩战旗，人不约何以玩战旗。我们其实可能要升星了吗？我们想连败进这里啦，留着当时想说，如果莫名其妙我们进了一个坦肯旗的话，我们可以做事。OK， 喷错边，喷错边有可能是好事，因为我们其实真的不大想要赢。我们这里真的不大想要赢。我已经有飞欧啦，我们有点想拿这个家伙。我们没有中什么大奖。金字塔阵型，天啊，怎么这么多钱呢？拼装哦，复活甲赞。我们真的要和他吗？啊！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想要再多输一点，可是我们又不想输太多。我应该看一下知道我喷哪里啊？这三个都减一吗？三，这里只有死三个，还蛮好的。OK， 这什么东西？8块钱，我们是拿到一堆钱呐、
心智联吧。我们杀还蛮多只的，真的蛮好。真的超强，真的超强。我们应该没有要赢吧？没有，没有要赢。如果我们赢的话，这个单位就是一个垃圾。虽然他本来他可能已经死了，可以6-5连败，可以下这两张，下这两张，有可能会出去吗？好像不会啦。我们先把版面清一下。不会用到牌就不要上了。他有一只猫哦，看非常酷。我们这都是还不错连败，不过我们现在只剩27滴。好，7胜是一个很核心的位置，我们要皮带。好，要出来了，我们要卖这两张。然后是大概上这张晒干吧。What？ What？ 开杀！所以他卖，他卖，他上，他上。然后异能是一个憨儿，我们又输了一场，我们快爆了。凯撒奇迹吗？奥数之冠招兵买马道具组合包。很奇 boy， 啊，没上到。我们全部都减一吗？所以我们如果赢了的话，凯撒就二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尼克邦，然后我们赢了，所以我们可以喂这个肯奇吧，应该可以喂这个肯奇，肯奇二。等一下，我们已经三色胶了，谢谢你。应该要摆的。等下我的电刀跑哪里去了？我在这。
我们这边要合什么啊？不能不抓虎给他吃，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有点穷，然后版面还没有完全稳定，没有完全稳定啊。稳了吗？这装要怎么上是一个问题。可是我应该就喝冰淇淋了啦，然后给他冰淇淋马上加成，好像也没什么不好啊。说实在，我现在没有办法知道要玩菲欧拉还是那个，还蛮困扰的。转异能，执法。这样他可以走，所以这个转异能是多血跟武功，所以我们要给先给他。我们要升九。是啊，肯奇帮我一人一件装备哦。下一轮可以升星，所以现在这个很强的原因是因为你就喷别人的社交位。谢谢你的赞美。我们这边的装备不是最理想，不过没有那么 ……Oh my god！ 我们就要输了，他被那个三敲起来三次。呀，这边有一件装，哦，不是我的，那这里是我的吗？这里是我的。OK， 我们的汤肯吉还在吗？他汤肯吉不在了。OK， 我们赢了吗？赢了。还活着吗？所以这是一件坦肯吉的装。Oh my god， 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要喂他吃饭。哎，吃啊 ！OK， 可以。
我们其实应该上这个是不是？这是我的钱吗？这不是一部分是我的钱。我们是连续打这家两次啊。这是我的道具吗？是我的道具。其实理论上他这边魔法应该够了。等一下哦。哈、我其实不大确定我们这边应该不是上他其实我不大确定要上啥其实我你也走太远了我要直接订两张那是我装备这也是我装备有水银很好挑战拼装干没味道哦可以哦应该给杰西装的哦等一下这个要喂给我们的肯奇护法已经有了是也可以上护法好像应该上护法护法是上囚女哦。水银吗？生化。水银好啊，不是很重要的感觉。所以我们上水银就不怕他肯吉吃了、血啦肯吉又是两件装备是不是哇喂凯莎哦谢谢阿肯吉又一件装吃我们在巴等拿到一个两星肯吉然后用尼可邦做一个两星凯莎跟一个两星猫猫这游戏真好玩我们这边有点少拿一件攻击装啊就拿一件正义一部分可以这样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玩海贼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选那个弱点途中连败抖到炸说实在我们是三约三海起手那个经济真的太香了然后我们硬上六人口还连胜了三局不知道是怎样好啦感谢大家我们之后再见拜拜